輸。呢個係土地組嘅報告嚟。其實冇乜輸嘅。有樣嘢好過冇啊！好，嚟。停啊！停啊！咁啊！咁樣。要騎。哦，好。差不多了。OK， 好，我哋开始了。欢迎大家今日出席记者会啦。咁先介绍翻台上咁多位，咁分别咧就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先生。我哋發展局兩位常任秘書長梁漢豪女士同埋林世雄先生，咁另外咧亦都有副秘書長何佩玲女士嘅。咁首先咧，局長會做一個簡介，然後咧就回答大家嘅提問。局長，好，各位傳媒朋友，歡迎大家出席今日嘅記者會。在2018年的10月31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着土地供應策略和土地供應的選項向政府提交了報告，就是方才我們影相拿著那份。首先，我在這裡代表特區政府衷心感謝專責小組過去一年半就着增闢土地和凝聚社會共識所作出的努力。專責小組的工作包括歷時5个月，以全方位跨界別和多渠道的方式進行公眾參與活動，提升了公眾對土地供應相關事宜和限制的認知，也都有效地推動了普羅大眾和社會各行各業就著不同的土地供應選項作出討論以及取捨，收集了近10万份的意見，而且在短短3个月之內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了這些意見，在去年年底完成撰寫建議報告的工作，政府對專責小組的工作是予以充分的肯定。政府在過去大約1个多月，大約7星期左右，認真和詳細地研究了專責小組就要土地供應、土地短缺問題的觀察，以及非常豐富而且涉及整體土地供應策略的各個短、中、長期選項的建議。我們十分認同專責小組指香港土地的短缺情況是迫在眉睫並且刻不容緩，政府亦都同意專責小組就土地供求估算和香港需要建立土地儲備的觀點。尤其被悉到小組委託進行的隨機抽樣電話調查當中，近85%受訪的市民是支持或者是非常支持建立土地儲備。經詳細研究和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之後，政府我們是宣布全盤接納專責小組就著土地供應策略和8个值得優先研究和推行的土地供應選項的建議。我們在今天我們就著專責小組各項主要的建議和觀察作出詳盡的回應，相關的文件我們亦都剛剛早前向立法會遞交了。首先讓我講一講土地供應策略方面，政府完全同意專責小組各項有關土地供應策略的建議。我們進一步認為必須制定更加有力和以願景帶動的土地供應政策，為我們的工作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確保是適時提供足夠的土地，配合到香港各方面的發展。為此，政府會制定包括以下元素的土地供應策略。第一，我們認為不單是房屋，其他多種困擾香港的問題都是源於土地不足的。因此
政府的核心策略是持續增加土地的供應。我們認為，即使是出現短期的經濟波動或者物業價格的上落，我們應該是繼續秉持這個政策方針，即是說不理這些短期波動為何，我們仍然應該努力地持續增加土地的供應。第二，我們的目標一直是提供足夠的空間應付預期人口增長和滿足各項設施的供應標準所作出的承諾。在過往我們比較保守一些，我們會看一些我們相當之有信心出現的增長，和我們做了承諾的一些改變，去做我們未來那個需要的推算。在今後，我覺得我們同時應該以建立土地儲備為目標，為香港這個高密度都市化城市締造優質的生活環境，促進經濟的增長。特別我們應該做到一件事是什麼呢？我們應該預留的空間應付一些無法預計的情況，也都讓我們呢可以把握到一些突如其來的機遇，令到政府可以適時有效地供應到土地。接下來規劃署會以更加進取的方式，在更新土地供求的情況推算的時候，將土地儲備這個概念納入他們的工作。第三，政府會繼續採用多管齊下的策略，擴闊本香港土地的資源。這個大家都清楚了，其實不同的土地供應策略，例如棕地，一間我會講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都講了，它有它本身的困難的，有時這些困難在社會上是比較少討論的。因此我們不能單靠單一個選項去滿足到目前香港未來的土地需求，必須是多管齊下。第四，由於落實新增土地供應所需的籌備時間是非常之長，因此我們的土地供應策略應該包括是及早展開各項技術評估和研究，亦都預留空間根據研究結果和實際的情況檢視土地用途建議和其實施時間表。而第五，我們必須有良好的基建配套，才可以充分發揮土地的發展潛力。在未來，政府會採取基建主導和創造容量的方式，去規劃和提供策略性的運輸基建，更好地結合土地用途規劃和基建投資的決定。我們務求可以在適當情況之下增強基建設施周邊的土地用途，並且採納更長、更合理的時間去評估相應基建投資的成本效益。因應這個策略，我們亦都決定在個架構上有個更新和提升。為了加強由政府最高層領導的監督和協調土地供應策略和土地規劃的工作，政府會擴大現時由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英文我們叫 Steering Committee on Land Supply， 我們叫 SCLS 的組成和職權範圍。我們會將所有需要土地以推行它的政策目標的決策局局長和政府經濟顧問包括在內。舉個例來講，為了老人家的需要，我們可能要顧得更加清晰一些的，羅志剛局長會在裡面。為了顧我們醫療一些服務的需要，滕兆之局長亦都會加入。除了繼續協調跨局進行的土地供應工作之外，擴大之後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會採取以願景帶動和具前瞻性的方針，監督和協調方才我所述的有關土地供應策略的各個重要的元素的落實。包括第一，他會重新評估香港在房屋、經濟、社區和康樂方面的土地需求。第二，他會督導以基建帶動發展和創造容量的方式進行規劃和提供策略性運輸基建設施的具體落實工作。第三，他會綜合考慮土地用途規劃和基建投資的決定。以及第四，他會考慮一些大型發展項目應否採用其他的撥款和執行安排。而在土地供應選項方面，政府亦都是全盤接納專責小組的建議，
咁我依家係簡單介紹啦，政府就住個別選項嘅具體跟進工作。首先係加快發展棕地。大家知道咧，發展棕地一直以來咧係政府多管齊下嘅土地供應策略嘅關鍵要素。嚟緊咧，政府會繼續推動各個已經規劃嘅新發展區項目所涵蓋嘅340公頃棕地嘅發展。呢個包括古洞北、粉嶺北以及洪水橋新發展區啦，以及嚟緊嘅元朗南發展入邊嘅棕地。我哋會喺今年之內咧，陸續向立法會尋求撥款。或者咧喺元朗南嘅情況嚟講咧，我哋會展開相關嘅法定規劃程序。政府亦都會喺今年第三季展開涵蓋新田、落馬洲地區嘅新界北新發展區嘅第一期研究，當中咧包括65公頃嘅棕地。另外咧，規劃署會喺今年嘅年中以內部嘅資源咧開展一個研究，評估現時未有包括喺新發展區之內。合共大約係760公頃棕地嘅發展潛力，亦都優先將當中具房屋發展潛力嘅棕地咧，會交俾相關部門咧作跟進啦，同埋如有需要咧，係作進一步嘅研究。喺同時咧，兩項有關棕地嘅研究，這個我哋已經係進行中噶啦，包括係關於棕地嘅分布同使用情況啦，同埋另一個關於利用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嘅可行性嘅研究啦。我哋預期咧會喺短期內咧相繼完成。政府接下來咧會因應呢啲研究嘅結果，制定相關嘅政策措施。我哋推動咧係發展多層樓宇，並且鼓勵咧棕地作業搬遷到去到呢啲樓宇。我哋爭取咧喺今年之內咧公布研究嘅結果同埋相關嘅政策措施建議。第二係釋放私人農地嘅發展潛力。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是概述了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關於個目的是釋放私人擁有的新界農地作短中期的公私營項目發展。施政報告建議先導計劃的新增項目不少於6-7%的新增樓面面積應該是用作公營房屋，而合理的基建費用可以從地價中扣減。按照施政報告所定下的概括方向以及專責小組早前作的一些建議，發展局現在正就著有關計劃的執行框架擬定是更加具體的準則和相關的落實細節。我們期望在今年的年中可以將詳細的建議給到行政長官，跟著在今年的下半年開始接受和處理有關的申請。第三，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作的用地作其他的用途。經過綜合考慮短中期土地的短缺和體育發展的需要以及專責小組的建議，政府決定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位於粉錦公路以東32公頃的用地是作房屋的用途，而且那個重點會作公營房屋。就此，我們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馬上可以展開詳細的技術研究，確立在短中期之內最多可以提供的房屋單位數目。這個詳細技術研究亦都會看埋去支援這個有關的發展所需要的基建設施，看看在環境、生態和其他方面會面對什麼限制，制定相關的緩減措施，亦都會制定具體的執行計劃，當中包括落實時間表和所需的成本。我們的目的是在2021年的上旬的第一季，或者是之前在2020年的尾附近完成到這個研究工作。而基於上述政府這個決定，有關粉嶺高爾夫球場的造約安排是不會適用在這32公頃的用地的。在粉嶺高爾夫球場現有契約在2020年8月，即是下年8月到期的時候，這32公頃的用地我們會有一個為期3年的特別的過渡安排，而在這個過渡安排結束之後，這32公頃的土地是會回到政府的手上。至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其餘140公頃用地，政府是沒有計劃改變它的土地用途，
而根據現行私人遊樂場契約用地的政策，這140公頃用地契約是會續期去到2027年6月底。除了它繼續目前的在地價和行政費用方面，地價它象徵式，行政費用它目前是免收的，它亦會需要是一些經修訂的新的契約用地條款，我們去到下年應該是透過和民政事務局商討，我們會落實的，當中是會有一些進一步開放設施的要求，同埋亦都有啲提升管治嘅相關嘅要求咧，係會落實嘅。第四，我哋會加快進行喺交椅洲發展人工島嘅研究。正如專責小組早前指出咧，大型嘅填海計劃過去一段時間咧係近乎完全停頓嘅，而呢個亦都係近年土地供應大幅減少嘅主要原因。為了解決迫切的土地短缺問題和有效地建立土地儲備，我們有需要重啟填海工程，因為在無需收地和遷移現有土地使用者的情況之下，這個選項能夠幫我們創造到大片新的土地。而在專責小組的論述裡很清楚，其實在多個選項，這個是唯一真正令到我們有新增土地的選項，其他有些時候可能都是左手右手，當你將個土地轉去另一個用途嘅時候咧，無可避免咁咧就影響到呢啲土地嘅現有使用者。我哋認為喺明日大嶼願景之下嘅雞爾洲1000公頃填海嘅計劃咧，對香港嘅長遠未來咧係有龐大嘅策略重要性。呢1000公頃嘅土地啦，由於可以透過整全佢嘅規劃。是一大幅的土地，它能夠令到香港可以得到我們是符合到我們不同需要，不單止是房屋需要的土地。在房屋上來說，它可以提供15萬到26萬個房屋單位，當中70%是公營房屋。同時它亦給機會我們發展我們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提供到大概20萬個高端、高水平、高增值的就業機會。這個計劃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黃金機會，加強我們道路和鐵路的網絡，大幅舒緩新界西地區的居民面對的交通壓力。經過考慮專責小組的建議，我們會開展以交椅洲人工島面積大約1000公頃的填海計劃，我們聚焦在這個填海計劃的相關的基建的詳細研究。我們亦會透過這個機會，研究為著在喜靈洲，在目前是未有具體時間表的，那700公頃的人工島填海，是拿一些相關的基本的基線資料。我們亦會透過這個研究，就要長洲南大家記得的，我們也提過，如果長遠來說，香港的貨櫃碼頭可以搬遷，會不會長洲南是一個合適的地方呢？我們拿一些比較初步的資料。咁我哋期望就住有關研究咧，我哋嚟緊其實我哋希望咧3月咧可以就住個研究咧去到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跟住展開嗰個申請撥款嘅事。我哋亦都會加快進行其他近岸填海研究。我哋嘅建議咧就係就住龍鼓灘、欣澳龍小河灣嘅項目咧，我哋嚟緊咧希望我哋呢個應該可能今年近年底啦。我哋去到立法會咧，亦都爭取個撥款咧，進行相關嘅詳細研究。咁馬料水項目或者大家都記得嘅，因為我哋要進一步考慮翻就係話個交通嘅情況咧，同埋就如果馬料水做呢個項目嘅時候咧，個公私營房屋比例係咪仲有個調校空間咧？我哋依家咧暫緩推展呢個項目。咁啊，現階段青衣西南嗰個項目咧，由於佢面對嗰個我哋叫 site constraint， 即係佢個客觀嘅限制比較多嘅。其中包括咧，佢依家有5個油庫喺嗰度嘅。咁如果係未能夠揾到一個適合嘅地方重置嗰5個油庫嘅時候咧，呢個項目喺我諗喺短中期內咧，冇可能俾到任何我哋實質嘅一啲，譬如話一啲房屋啊、其他設施嘅土地嘅。咁我哋現階段咧，我哋冇進一步推展呢個項目嘅研究嘅準備。我哋亦都會積極推展岩洞和地下空間發展的研究，
咁大家或者熟悉嘅啦，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啦，嗰度28公頃啦，我哋會搬咗佢入去女婆山啦。另外，鑽石山食水同海水配水庫啦，我哋有個岩洞工作啦，亦都係馬不停蹄進行當中嘅。咁另外咧，喺其他嘅一啲城市地下空間，包括九龍公園下低啦，一啲具策略性嘅地區發展嘅相關嘅研究同工作啦，我哋都係全力推展當中。新發展區，新發展區我哋會喺今年嘅下半年開始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第一階段嘅發展同埋收地同基建工程。咁我哋喺工務小組咧，應該希望下個會傾得到啦，希望下個會傾得到啦。咁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因為洪水橋嘅規劃咧，我哋跟住我哋做得比古洞北、粉嶺北快，我哋追翻啲時間上嚟啦。雖然佢嘅規劃係稍遲開始嘅啦，我哋應該今年下半年係可能咧係去到立法會啦，就住洪水橋新發展區項目嘅首期基建工程咧，亦都提交到個撥款申請。喺今年之內咧，我哋都會啟動漁朗南發展項目嗰個法定規劃嘅程序。咁另外，方從我有提咯，喺今年第三季啦，規劃署就住新界北新發展區第一期發展，主要係新田落馬洲地區咯，個詳細研究咧亦都會開展。六合碼頭用地嘅發展潛力，嗰度係65公頃用地咯，同埋屯門沿海地區。包括埋龍鼓灘填海地，即係係龍鼓灘填海項目嘅一個部分咧。咁係專業小組咧，亦都係好支持我哋去做呢個功夫。咁我哋盼望咧，就係嚟緊其實今年之內啦，我哋就住相關嘅研究啦，亦都可以去立法會啦，係尋求撥款。咁最後我想講一講咧，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嗰個情況。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咧，並非專責小組啦提咗出嚟嘅三個短中同埋五個中長嘅建議。我哋留意到咧，就係其實喺翻專責小組嗰個公眾參與過程當中咧，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嘅選項咧，專責小組特別指出啦，係未能獲得大多數市民嘅支持嘅。專責小組亦都清楚講咧，就係話同其他嘅中長項目比咧。呢、這個項目咧係遠較為複雜，因為佢牽涉嘅生態啊種種考慮係多，亦都可能牽涉咧法律上嘅爭議。我哋都睇到咧，社會上係有強烈嘅保留對於呢個選項。喺現階段咧，我哋覺得應該咧係集中我哋嘅能量同埋資源咧，喺專責小組建議嘅各個優先應該優先處理嘅項目。因此，我哋現階段咧，我哋唔會繼續尋求改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嘅土地用途。咁為此咧，我哋嚟緊咧，我哋會同房協啦，因為房協依家做就住兩個特定選址啦嘅發展啦，做緊個研究噶。佢做緊咩研究咧？佢做緊啲基線嘅研究。依家譬如數緊，譬如話有幾多雀鳥啊，種種嘅研究。咁我諗當佢完成咗已經開展嘅實況調查工作之後咧，佢接下來咧，佢唔會繼續推展其他餘下嘅工作啦。咁如果佢做咗研究嘅相關嘅結果咧，我哋都會樂意咧同翻社會分享。今次專責小組工作嘅其中一個重點咧，係好成功、好詳盡咁帶出咗啦土地不足呢個問題啦，係不斷會係困擾香港。我哋要處理呢個問題咧，係刻不容緩。喺今日嘅土地短缺。正是因為過去一段長的時間，我們停止了大型造地工作的結果，因此香港不能夠再蹉跎歲月。政府下一段的工作是集合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力量，全力全速地覓地造地，擴闊香港的土地資源。我們希望能夠減少到對個別單一土地來源的依賴，令到香港有持續同埋足夠嘅土地啦，滿足唔同時間同埋用途嘅發展嘅需要，並且令我哋能夠啦未雨綢繆，建立土地儲備。政府有決心、有信心推展更新嘅土地供應策略，同埋八個優先嘅土地供應選項。我哋期望社會啦能夠放下不同，上下一心，支持我哋香港咧係推展有關嘅工作。咁嚟緊，我哋會向立法會就住個別嘅選項咧，尋求撥款，希望展開到有關嘅工作啦。
我哋期望咧立法會都得到支持咧，讓我哋盡快咧可以落實到專責小組各項嘅建議。多謝各位，有咩問題？提問時間，麻煩大家提問前咧，首先講講自己個名同埋代表嘅機構，TVB。TVB 曾善麟，想問翻嗰個高球場，大家都好關心啦。咁你哋就講到其實係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開始研究，2021年咧就會完成研究。但係其實由研究到真係過到曬城規，做到第一塊地，其實係需要幾耐時間？你哋有冇評估過咧？咁到時其實係咪已經唔算係一個短中期可以提供到個項目咧？即係所謂嘅短中期措施係有啲過分估計咁樣啦。另外就係你哋有提到嗰個研究度咧，會再評估下嗰個最多可以提供房屋單位嘅數目，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超過4000多個咧？即係之前有講過，粉錦公路以東係可以提供到4000多個單位噶嘛？好啊，感謝曾善麟。第一個問題，我哋有評估過接下來嗰個程序同埋所需嘅時間嘅。我哋盼望嗰個研究咧可以大約係年半兩年之內完成，因此我方才講咧。可以2020年年尾或者2021年嘅年頭咧，我哋完成呢個研究。咁接下來，如果你熟悉即係有關嘅程序嘅時候咧，我哋會展開相關嘅城規會方面，即係做嗰個制定大綱圖嘅工作。咁嗰度可能要10多個月。咁跟住落嚟，我哋部分工作可以平衡咁做嘅。我哋跟住落嚟咧，就住嗰個詳細設計咧，要去立法會申請撥款。咁我哋依家評估，如果一切呢啲工作都係順利嘅話咧，係有可能2024年嘅年頭左右咧，其實呢個生地咧變成熟地，咁開始我哋喺度咧做即係基建啊，做起樓嘅工作。咁點解你話如果換個話講咧，我哋依家2019年啦，去到2024年大約5年到啦。如果大家知道專責小組嗰、那個佢做個建議嗰個標準咧？何謂短中呢？在5到10年之內能夠提供到土地的就是短中期。所以這個是很清楚在短中期裡面。我們都有信心呢，有關研究呢，當然我們以事實為基礎啦，應該做得到的。你第二個問題呢，就說4600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呢？第一，我們覺得不應該接下來做個詳細研究呢，不應該被之前4600那個綁死了。因為之前那個呢很清楚，當時顧問都說呢，是一個粗略的估算。有很多具體的事他未做清楚的。咁第二咧，如果你睇翻佢當時一啲嘅估計咧，佢當時嘅估計咧係以嗰4600單位咧，係基本上佢估咧係私營房屋嘅。咁點解咁樣估咧？因為呢個比較保守一啲啊。因為私營房屋同埋公營房屋嘅分別，其中一個好大嘅分別喺邊度咧？私營房屋嗰個揸私家車出行嗰率咧，比公營房屋係高好多嘅。咁換個話講，如果考慮到喺翻有關呢個沙爾工程嗰度咧，喺未來咧，其實你睇翻譬如話北區區議會或者某啲議員嗰個論述咧，你都知道個交通基建嗰個承擔能力咧，會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考量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依家講清楚啦，我哋主要以公營房屋為主嘅時候咧，其實能夠承載嗰、那個即係、就是、相對能夠承載單位會多啲啦。因為如果係公營房屋嘅咧，佢嗰個對於汽車交通出行嗰個比率咧，相對低一啲嘅。因此我哋有呢個信心，咁但係具體嚟講要睇事實啦。即係具體嚟講，我諗都係要等個研究做完，我哋就會知道究竟最高我哋叫 highest attainable 啦，即係最高能夠做到嗰個房屋供應咧，究竟係幾多咧咁樣。下一個提問，蘋果。你好，蘋果寶中阿姨。都係想問翻小高球場嘅，即係。可唔可以係咪確定咁講？其實嗰32公頃係會全部都係公營房屋，定係個比例係點咧？同埋即係其實琴日消息出咗之後，都有唔少即係嚟高球會啊，都有啲回應啊咁樣。擔唔擔心有個司法覆核喺度？即係會唔會有呢個考慮咧？另外想問清楚，即係你哋就話冇計劃改變其餘嗰140公頃土地用途啦。咁其實小組嘅建議其實都係即係有建議政府係有需要。進一步研究，即係研究一下餘下嗰140公頃係咪可以改變用途？點解即係研究都唔做啦？即係詳細睇下都唔睇啦，就一口
就話140公頃一定唔喐咧，係咪其實都係好擔心，即係權貴啊？可能即係有啲議員就擔心係咪即係都係怕咗佢哋，所以即係諗都唔諗咧？另外仲我哋暫時兩個問題先。好快問埋明日即係填海嗰度咧，其實即係一路明日大嶼就講緊1700公頃啦。但我見你而家就初步都係即係就住1000公頃去做研究，咁餘下嗰700公頃係咪即係今次嘅研究係完全唔睇啊？定係即係只係啲初步數據係咪即係點樣可以完整評估到其實將來即係1700公頃啦？即係嗰個係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個研究係點樣？唔該。我調翻轉個次序答你啦。其實喺翻明日大嶼嗰個願景係有1700公頃嘅人工島填海啦，包括加爾洲1000、喜靈洲700。咁我方才講咗啦，那個願景冇改變嘅，那個願景仍然係1700公頃。但喺現階段，我哋會聚焦嘅就係加爾洲嗰1000公頃。咁你話喜靈洲嗰700公頃點咧？依家冇時間表嘅。咁依家所以我哋方才其實行政長官都出嚟講過啦，嗰1000公頃係實啦。嗰700公頃係虛，咁如果我信一個咧，將來如果政府要啟動餘下嗰700公頃嘅時候咧，會有另外嘅，因為如果大型嘅填海計劃嘅時候咧，會有另外嘅公眾參與過程咧。咁如果你睇翻加爾洲嗰1000公頃嘅時候咧，這個就同之前我哋一路，因為唔單止喺專責小組有做，其實喺之前我哋2011到2014年，我哋做相關嘅我哋揾即係一啲新土地發展策略，包括一啲近岸填海。同埋係非近岸填海嘅時候咧，其實一路一脈相承落嚟咧，都係我哋講緊喺嗰個地區咧有1000公頃嘅填海島。咁所以點解我哋講呢個係一啲歷史上我哋做落嘅研究，包括專責小組做嗰個公眾嗰個參與咧，係有極高參考價值，就係咁解啦。你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140公頃，其實你睇翻小組嗰個報告書咧，喺翻第5.49段啊。其實佢叫我哋考量好多嘢，佢冇叫我哋做一個研究嘅。佢話我哋如果我哋要做嘅時候，我哋考量咩咧？重置球場嘅合適地點、重置嘅時間、球場生態同文物保育價值嘅影響，以及支援其他發展嘅需要。佢都留意到啦，其實我哋咧係會考慮埋民政事務局嗰個檢討結果，做一個通盤個未來用途，做一個通盤考慮嘅。咁喺過往7個星期咧，其實我諗政府就係做咗呢個考量咧。咁我亦都可以講一講咧，其實係一個。不是容易做的決定的。方才我也有提，在民政事務局的建議很清楚地指出了粉嶺高爾夫球場對於高爾夫球發展的貢獻其實是大的，它開放的程度相比於本來在個新的政策的要求已經是更高。其實你看我們的政策，如果它現在建議中的政策，它要求是30%的開放，以及它對某一些團體的開放。咁依家粉嶺高爾夫球場咧係對個人開放添，佢個開放已經超過咗30%。咁我諗喺整體考量翻，我諗再翻特首同埋行政會議嚟講咧，佢要平衡香港唔同嘅需要啦。咁我諗我哋目前呢一個做法咧，一方面我哋即係喺短中期嚟講咧，其實釋放嗰32公頃嗰個潛力咧，個房屋發展我哋覺得我哋做得到啦。咁亦都餘下嘅140公頃咧，我哋覺得佢保留佢做一個高爾夫球場咧，其實係合適嘅選擇嚟嘅。其實你睇翻專責小組嗰個討論咧，佢都有指出嚟嘅。因為去到中長期嘅就，其實我哋再多好多選項可以考慮。咁一個整全咁睇翻其他考慮嘅時候，這個係咪仲有需要咧？咁樣咁我諗政府我哋覺得依家我哋係合適嘅時間，我哋可以將我哋決定講出嚟啦。而你第一個問題，你睇一睇我。嗰個我哋坦然面對嘅。即係我諗或者你都熟悉啦。喺近年個別一啲城規或者發展項目咧，都有司法覆核嘅情況。咁我哋會尊重呢啲提出司法覆核嘅人嘅。其實香港係會有好完備嘅制度去處理呢啲嘅。咁我喺呢度，我覺得我唔需要去妄自揣測嘅。如果有嘅話，我哋會坦然面對。下一個提問，有線電視。都想問翻咧，釋放私人農地方面咧，其實公司型房屋發展嗰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會點樣做？因為其實個小組報告就有提到話，即係都希望有一個獨立嘅組織去審批啦。咁呢個會唔會其中一個即係你哋框架或者一個準則咧？咁另外就係關於其實高爾夫球場嗰度提到有個嘅補償安排啦，係咪都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嚟緊會係點做咧？唔該。你第二個問題我唔係好明白，你話嗰個補償安排。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有咩具體嘅係個過渡安排係？哦，那個過渡安排我嘅理解其實因為嗰橛咧會係民政事務局佢會處理。咁我了解其實佢出咗個立法會文件嘅，大家知唔知啊？佢應該今日晏晝出，就下個星期一咧喺翻立法會相關嘅事務委員會會傾。咁我喺度理解嘅過渡安排係點咧？我哋佢個 holdover， 即係一個臨時嘅過渡嘅安排咧，係三年嘅，去到2023年嘅八月。咁當中咧，佢唔需要喺呢段時間咧再補任何嘅地價。我冇講錯，但係咧。但係，如果係有一啲新嘅開放嘅要求，因為其實目前係研究緊嘅，咁喺個過渡安排當中咧，佢哋都係會加上去嘅。咁我建議咁樣，如果你話好詳細嘅咧，因為嗰個牽頭局咧係民政事務局，其實可以問佢哋。但係基本上我諗嗰個精髓咧，就係我方才講嗰幾點咯。你另一個問題係啊，其實唔好意思，因為今日我哋冇太多新嘢係嘛，我哋的而且確係一啲嘅。具體嘅咧，我哋要想清楚，要想清楚啲乜嘢，我可以講一講嘅。咁一方面，其實專責小組講嘅，我哋覺得非常合理，我哋亦都會做嘅，就係話有個公平公正、具透明度嘅機制啦，有一個清楚前後一致嘅。你睇翻，如果睇翻專責小組報告咧，好清楚寫低個前後一致嘅準則啦，有一個獨立同埋向大家會即係、就是、大家會有個透明度嘅。團體啦，咁但係專責小組都講咗嘅，佢唔一定要求一個新嘅法定嘅機構去做，佢喺佢報告度都講咗嘅。咁我諗呢啲我哋都接納，亦都係我哋嘅方向嚟嘅。但係我哋要想清楚係咩咧？因為呢啲機制我哋要定下來啦。我哋都確保咧，其實如果任何新嘅機制咧，對翻土地持有人咧，亦都要有一個合理性，因為我哋唔係逼人參加嘅，大家知道。我哋講如果你話公私營合作嘅話咧，所以對翻佢。亦都有一個合理性，即係如果我哋出咗一個新嘅機制，結果係冇人申請嘅話咧，呢、這個唔理想啦，係嘛？第三咧，我諗嗰、那個公共利益其實亦都要得以充分彰顯嘅。當私人界別透過呢個計劃咧，佢可能佢都係尋求利潤嘅機會嘅時候咧，那個公眾都會問公眾嘅利益喺邊度咧？咁我之前都講過咧，最主要嘅公眾利益來自咩咧？就話我哋要求用嗰個土地咧，我哋有唔少過六成。嘅樓面咧做公營房屋嘅，咁但係我哋剛才我記得六到七成係嘛？咁其實究竟係六到七成啦，還是一個特定嘅百分比咧？咁亦都其實你睇翻專責小組個討論當中咧，佢有提到咧，如果啲生態敏感嘅地方係咪適合做呢樣嘢咧？即係換句話講，會唔會咧？我哋將一啲生態敏感嘅地方，今上嚟緊咧喺計劃可以申請嘅土地當中咧，我哋剔除。換句話講，如果你嗰個土地係生態敏感嘅話咧。我哋今時唔接受你申請，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好清楚咁考量嘅啦。所以唔好意思，今日我講唔到太多，咁但係俾啲耐性，我哋都係講緊再多幾個月嘅啫。港台中文台幾位你哋好，唔該曬。其實睇翻成份報告啦，而家政府就話全盤接納啦，但係會唔會擔心俾外界批評咧？其實係有啲取巧或者斷章取義咧？因為舉兩個例子啦，就係、是、即高球場嗰度其實即小組都話可以考慮埋個140公頃嘅重置，但係而家又閂咗後門啦。咁另外就係填海嗰度，明明都係話1000公頃嘅，但係而家就上咗1000公頃先。咁但係佢哋最終目標都仲係1700公頃，會唔會話即你以後要尋求撥款嘅時候，去到議會都可能會被議員咁樣批評，其實你哋會點睇呢個咁樣嘅反應呢？另外就係嗰個公私營合作嗰度，而家冇詳細嘅框架，咁但係一路以嚟小組最擔心嘅就係官商勾結嗰個問題，最終會點樣解決呢？咁係咪土建會嗰個角色以後會係點呢？你哋會覺得即係嗰個審批同埋嗰個把關嗰個大權會喺邊個度呢？唔該。好啊，第一個關於翻譬如話個願景，個願景我方才清楚講咗啦。它已經沒有變過是1700公頃。如果你看回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其實它沒有反對過那1700公頃，但它很清楚說如果以之前它做了公共參與，它能夠支持的1000公頃，你看回我很清晰的。那個700點，我想那700其實如果你同你可以問回黃主席，我想它會覺得政府需要另外諮詢，是吧？就是那700能夠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之前做了公共參與，就說社會支持整一個明日大嶼嘅1700公頃不能夠咁樣用，我認同呢個睇法嘅。咁所以我哋點解我哋喺目前嚟講，我哋聚焦就係嗰1000公頃。咁事實上咧，整一個願景咧，佢就算單單我哋講
港珠澳大橋嗰1000公頃由規劃到到落實咧，我哋講緊係超過10年嘅一個。記得大家記得嘛？我哋講咧，我哋希望點咧？如果我哋今年展開到相關嘅研究，2025年我哋可以開始真係開始填海，跟住我哋盼望咧，2032年係有人可以入到去居住生活。咁其實今依家2021，我哋都講緊10幾年嘅。咁所以我點解我剛才講咧，就係、是、如果嚟緊我哋就住個喺未來嘅適當時間，我哋到喜靈洲嗰700公頃咧，我哋都可以具體化落實到下來咧，我哋都會走翻相關嘅程序咯，去翻立法會啊，亦都做翻適當嘅公眾參與。咁所以我唔覺得有取巧，即係不存在話，如果你遲啲會見到張文件咧，失驚無神，我哋會講話我哋依家就要落實嗰1700公頃。咁但係作為個願景，個願景並冇改變，而係事實，我必須要清楚解釋。你方才另一個話係公私營合作，其實唔好意思啊，今天我諗我能夠講到嘅就係方才咁多啦。咁我諗小組就住你方才講咗，都係一啲小組清晰嘅建議嚟嘅，要公平公正啦，要具透明度啦，要大家睇個獨立性啦。其實呢啲我哋都會採納嘅方向嚟嘅，但係去到具體嘅細則或者都請俾少少耐心我哋。其實我哋講過幾個月一定都出嚟公佈嘅嚇。下一個提問，香港01啦。你好，香港01張嘉文，其實想問翻，首先就係想問翻呢個高爾夫球場嗰邊啦。咁其實頭先講過，即係重點會係一個公營房屋啦。咁其實有冇話已經講即係諗咗公私營房屋嗰個比例會係點樣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想問翻呢個中地嗰方面嘅。咁啊講過話即係會開展一個研究個760公頃嘅中地發展。咁但係有冇局方有冇話即係可能諗過究竟幾時會完成嗰個研究咧？咁同埋即係咁多個選項入邊，有冇話邊一個可以最快推出嚟？真係可以有房屋起到咧，咁樣唔該。係如果我諗我哋當我哋講重點係公營房屋，因為我哋今天我哋如果去翻長策，我哋都講73B啦，咁可能我哋起碼都講70%係公營房屋噶啦。但係呢個我諗俾啲空間，將來嗰個具體研究等佢去做，即係會係70%或者甚至更高咧咁。咁所以今天我唔會好實咁答得到你，但係重點就係公營房屋啦。換句話講咧，一定起碼超過一半啦，係嘛？咁但係係咪就係73咧？咁因為我哋個73嗰個咧係一個比較闊啲嘅政策嚟嘅，去到個別地皮，還是需要睇翻個別地皮嗰個情況咧。咁但係起碼都超過一半啦。如果唔係，我哋唔會講個重點咧，就係公營房屋。你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別嘅宗地，其實一路做緊出嚟嘅。咁我要話依家如果你講，我唔講一啲個別散碎嘅宗地，比較大規模嘅宗地喺呢刻我哋做緊嘅，其實就係、是。在翻古洞北、粉嶺北呢兩個發展區咧，都有唔少嘅宗地。咁如果當中宗地，其實但係當然我咁樣分唔到，因為佢攞咗個土地翻嚟咧，係整全咁樣去做個房屋嘅。咁你方才問公營房屋啦，我而家睇得到古洞北、粉嶺北，我哋盡我哋一切嘅能量，盡快去做啦。比較大量嘅公營房屋出到嚟咧，大概係2026、2027。咁呢個就係嗰個。如果你聽咗覺得都要時間啦，咁係要時間嘅。咁同埋我必須講咧，呢個兩個概念嚟嘅。一個就係個土地幾時有。我方才講2026、2027係講入伙嘅，即係如果喺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咧，佢講翻譬如5至10年或者10年更長咧，佢係講生地幾時變到熟，即係幾時會有幅熟地咧。我相信佢就係講緊呢樣嘢。咁我方才答你，我亦都係你問題個核心咧，就係幾時會有一個公營嘅房屋市民可以入去住咧。咁如果我哋目前講嘅大規模嘅宗地項目，其實就會係嗰一個咯。咁但係我呢個要講多啲嘅。喺眼前我哋不停咁，我哋嚟緊呢幾年，譬如大家都會睇得到，譬如話北區寶石迴村嚟緊入伙啦。咁點嚟嘅咧？咁喺翻中短嗰度，其實喺翻專責小組都有論述嘅。往往我哋就係靠一啲改劃或者增加密度啦。咁其實嗰個唔理想嘅，但係我哋都講緊嗰210幅土地咧，其實涵蓋大約500公頃嘅土地。加佢同埋一啲個別項目加加埋埋咧，我哋有38萬個單位嘅。呢個喺翻專責小組，我諗之前嗰個諮詢文件都講咗。咁但係呢個係咪最理想？唔係嘅，因為我諗增加土地嘅發展密度，我哋會合理去做啦。即係都要過城規會，都要考量好多交通啊、環境嘅影響。咁但係始終我諗我哋唔能夠期望咧，特別好多時候呢啲地方係新界嚟嘅，我哋唔能夠期望係話。個別嘅地區可以無限咁加上，因為呢個唔合理嘅。即係其實，所以喺好短期嚟講，作為一個權宜之計，喺考慮到種種評估過到關之後咧，我哋都會咁樣做。
但係長遠啲，點解我哋話必須要有多管齊下方法？呢、這個多管齊下方法，如果你睇翻未來最大，即係個腰啊，嗰、那個得到嘅房屋最大嘅，其一個就係交椅洲一千公頃填海，嗰度我哋講15到16萬嘅單位啊嘛。另一個係咩咧？其實新界北個700公頃咧，咁嗰度我哋嗰個係人口數嚟嘅，暫時係255,000到到355,000嘅人口。咁但係你除翻火數，你除翻2.7到咧，你會除到出嚟嘅。答一條英文問題啊，港台。Mr. Wong, regarding taking back part of the Fanling Golf Course, does the government has a target as to how many public units would be built there? And would you expect golfers' criticism saying that even taking back part of it would affect, would harm the golf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econdly, regarding the reclamation of land,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wanted it to be 1,700 hectares in her Land Till Tomorrow vision. Does that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give up in finding more land for reclamation? And generally, would you expect LegCo to approve it smoothly? Thank you. Again, maybe the last one, last in, first out. On the vision comprises 1,700 hectares of land to be reclaimed. That's the vision. That hasn't changed yet. But I think we've made it quite clear from an early stage that at this moment, we'll focus our efforts on the 1,000 hectares of land to be reclaimed around Gao Yizhou. So, that's very clear. With regard to the 700 hectares of land around Heading Chow, at the moment, there's no firm timetable. Again, as I emphasized, as and when we can proceed with that in the vision, there will be adequate consultations. For Gao Yizhou, I think that the community has been thoroughly consulted through the past efforts and through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conducted by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You ask whether I expect there to be smooth passage at LegCo. I hope there will be. We'll do our best to explain, but I respect LegCo members' right to question us. So we'll do our best. On whether we expect there will be criticism from golfers, there've already been criticism. You must be aware of that. But I think the community together can understand that, as the chairman of the task force said, there's no painless solution. As I explaine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I mean, reflects a very careful balance of the need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for more housing, in particular public housing, and also the contributions of Fanling Golf Course to golf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also to its uniquenes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value, historic value, etc. So that's a balancing act, and I hope the community can understand that. Your first question, the exact number of the exact flat yield to be produced from the 32 hectares of land will be subject to a detailed technical study to be conducted. An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we don't think the future study should be confined by the number of 4,600, which was the preliminary estimate from an earlier study. The earlier study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at figure of 4,600 is only preliminary. So we hope we can see more flat yield. But then again, it has to be subject to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it has to be conducted on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下一個提問，星島。你好，局長，星島部鄧俊峰，想問翻球場咧，係咪可以即係保證到喺10年之內會有會一定會有單位可以落成到入到去住呢？如果最尾個研究發現其實可能起唔到4,600個，可能起得100個，極端少少，會唔會其實係咪政府都會保證係一定會係用32公頃嘅地係起樓啦？同埋點樣解決其實而家交通嗰度咧都即係粉錦公路其實要擴闊啦？呢啲會唔會影響到嗰個發展嘅時間表咧？而球場其實係咪喺咁多選項入邊，其實都一個你哋認為係可以喺10年之內可以即係可以好肯定提供到土地嘅一個選項咧？唔該你。係你方才問題，你前後你唔介意我知啊？你跳咗少少嘅，你臨尾嗰個講法精準啊！喺10年之內提供到土地，咁你話你開頭你講入貨啊嘛，係嘛？咁其實如果以我方才我哋一個好積極進取嘅估算咧，我咪話2024年我哋好盼望咧。可以開始到嗰個建造工程，即係話嗰個地盤可以開工啦咁樣樣。咁以香港建
公營房屋的速度呢，我想四年零五年零是有機會做得到的。所以是不是做得到，是做，就算你說入伙都做得到。但是我想如果去回專責小組建議這個作為一個短中期項目的時候，他是講緊個土地幾時，即係呢個生地啦，因為呢刻都是生地啦。其實他沒有相應的規劃，他沒有做呢個公密度居民房屋發展的基本配套。點解我話我哋有信心？我唔覺得佢話你方才講話只係做到好少嗰個情況咧。我再講多一次啦。本來顧問嗰個研究咧，佢基於其中一個假設咧，就係話當曬嗰度私營房屋嘅。咁如果我哋係大部分做公營房屋嘅時候咧，喺個出行，即係話對交通基建嗰個壓力咧，相對會細一啲。咁而嗰度其實附近咧，依家有咗交通基建配套咧，係點都落實當中嘅。當中包括我唔知道大家有幾熟嗰度啊，其實嗰度我哋叫大頭嶺迴旋處啊，即係如果你睇北區咧，有兩個迴旋處，有時萬一有交通意外咧，係會造成好大嘅困擾嘅。一個就雞嶺，另一個咧就係其實寶石湖道出翻嚟對翻住粉錦嗰度。咁其實喺翻粉嶺喺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嘅餘下工程第二期工程咧，我哋已經咧係會喺嗰度咧有個改善嘅計劃會做嘅。你睇翻個顧問嗰個研究咧，因為嗰個前設咧，其實喺小組都清楚嘅。我哋講過係一個，如果要令到啲沙爾公頃能夠做到發展咧，我哋講個有限度嘅基建再要擺上去，唔係一個整全好大規模嘅交通基建。咁有限度嘅基建包括啲咩咧？我哋喺翻立法會文件，我如果冇記錯，我哋都有介紹嘅，就包括咗其實喺翻球會出嚟。去到保健路，大約我如果冇記錯係200米到嘅粉錦路啦，要有一個擴闊，咁所以嗰個相對嗰個工程嗰個規模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喺快做完嗰個研究之後咧，我哋有信心咧，就算唔係2024、2025先做得到咧，都仍然喺五至十年之內，咁所以呢個信心我哋係有。於時間關係，最後兩個提問啦，明報。是明報黃俊峰，咁先再簡單跟進下高球場。想問一下咧，嗰三二公頃，我見你都有提過話會訂立三年嘅特別過渡安排。所謂嘅三年特別過渡安排，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啲咩？即係其實到最尾依三年係咪用翻民政事務局已經檢討咗之後嘅，例如新嘅租金啦，定係用翻長者式租金俾你哋繼續邊打波俾你哋邊研究咧咁樣？咁同埋第二就係都想跟進埋嗰個你哋提到話會擴大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嗰個職權範圍。其實因為正如剛才你所講，就係而家嗰個造地嘅目標咧，即大家都唔知道，你到時會唔會可能擴大咗個職權之後，同公眾交代翻每年個造地目標點樣去提升翻個透明度，同埋例如講緊嚟做啲造地會攞嚟做啲咩地咧？咁同埋第三就係土地小組都有講過，就係短中期咧，咁其實就算做曬嗰堆嘅建議，都未必符合到短中期嗰個土地嘅訴求同埋需要嘅。咁就算而家你哋做到，咁其實點樣舒緩到而家短中期嗰個房屋以至到嗰個土地不足嘅困難咧？唔該。我講咗嗰個擴大咗嘅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先係嘛？其中一樣我哋會做嘅咧就係、是、嗱，我哋個2030加咧，因為呢個係比較具體啲。不過如果走開呢個 B 嘅記者朋友或者熟嘅，我哋盼望今年嚟緊咧，佢會完成到相關嘅工作。咁方才我都話喺我哋做未來土地嘅估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以一個基建帶動同埋創造能量嗰、那個，即係話。即使是一些依家咧係未有確切承諾嘅，但如果因應將來可能有一啲未知，我哋未能夠預計，我哋都預一個位俾佢咧，做翻相關嘅儲備，佢會做呢個功夫啦。咁你如果你睇翻專責小組嘅建議咧，都覺得我哋應該頻密啲，我諗呢個係你個問題啦。檢視翻我哋香港對土地嘅需求啊，嚟緊我哋會做呢樣嘢嘅。去到2030加咁大規模，整個香港性嘅咧，依家大約係10年做一次到噶。2030加依家啦，2007年我哋係講2030，咁大規模嘅，我哋覺得十年一次咧都係適合嘅。但係問題中間你做唔做一啲嘅調整咧？咁我哋嚟緊咧，我哋會同規劃署再商討，亦都需要喺呢個嚟緊嘅 SCIS 嗰度我哋再傾咧。就係、是、我哋會喺我諗每到兩三年咧，我哋兩年三年要傾一傾，就係、是、我哋會做一個調整，即係話我哋因應當時嘅情況咧，對於譬如2030加出咗嚟嘅數據咧，我哋會有個調整。咁當然呢啲數據調整咗之後咧，我哋會向社會各界公布交代。咁等大家對於話一路對土地需求嗰個係幾多啊？短期爭幾多啊？長期又如何啊？有個更深嘅了解。呢個如果你睇翻咧，亦都係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其中嘅一個建議方向嚟嘅。
你第三個問題，我臨尾先跳過你第一個問題。你第三個問題講緊話究竟係啦，嗱嗰個點都係困難嘅，即係嗰個我諗冇圈兜嘅。其實短中期我方才都講咗，我哋依家努力做緊係短中期，其實係嚟緊呢年希望話，因為我諗嗰度就唔係單係講有幾多地變到熟地，其實要有房屋嘅供應，其實我哋短期嘅板斧係靠改劃同加密度嘅。呢個係因為如果你講新發展區，方才我講啦，粉嶺北、古洞北依家走得最前嘅啦。2023、2024入到火嘅部分，但係嗰個單位數唔少嘅。真正比較大規模嘅，我哋去2627嘅，呢個係個事實嚟。我哋再努力啲，我哋能夠拉前啲嘅空間唔會太多嘅。咁就嚟緊呢度，我哋希望一啲改劃嘅，亦都希望比較順利啦。因為嗰度如果喺改劃嘅工作順利啲啦，隨後譬如個別屋邨嘅興建咧，亦都可以快啲嘅。咁呢個就我只會話我樂見咧，就近年如果好近年咧，私人複合都係少咗嘅。咁我哋都希望去到個別項目，去到區議會，因為喺去城規會之前咧，有關嘅我哋叫 project proponent， 譬如話如果公屋嚟講啦，房屋處咯，聯同其他相關同事咧，其實都諮詢翻區議會嘅。咁如果區議會嘅關注係多咧，我哋亦都要合理咁處理嘅。咁所以就希望嗰啲做得好啲。咁呢個就係我哋短期內我哋努力會做。咁另外有啲機制上嘅，但係嗰啲未必嗰個出翻嚟嗰個量好大嘅。阿凌康豪常任秘書長，其實我哋亦都宣布咗，我哋希望唔使好耐咧，我哋會將有關措施出到台嘅。目前咧有三個部門：規劃、地政、屋宇，喺檢視一啲譬如話起樓嘅申請啦、批積睇圖嘅時候咧，佢有啲地方咧，我哋覺得仲可以精簡一下嘅。即係如果係話三個部門都睇相約嘅地方，會唔會可以喺個程序上減省一啲咧？如果三個部門都睇相似嘅範圍，佢嘅要求係咪一致啲咧？否則嘅話，呢個要蘋果，嗰個要橙果，要金，係咪好困難啊？咁其實阿凌秘書長咧，係我哋有個內部小組主席，咁我諗功夫都係我哋盼望短期內我哋係有措施可以推到出嚟嘅。你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去翻係嗰三年嗱，嗰三年詳情我都再講，可能都問翻民政事務局。但係我嘅理解，佢呢個特別嘅咧係點樣樣咧？嗰三年嚟講，佢要跟翻，因為本來佢都係佢象徵式地價，佢俾咗嘅啦。佢變咗喺地價同個我哋嘅admin fee 嗰度咧，唔會特別收佢嘅。咁但係嚟緊，因為依家去到2008年8月仲有啲時間啦。如果到時已經定咗，譬如啲進一步開放嘅安排，譬如開放我需要你幾多開放嘅，或者有啲管治上嘅，即係佢個提供嗰個設施應該點樣提供啊嗰啲咧，就有可能會加入去。咁呢個就係嗰、那個，但係詳情或者都懇請同翻 HAB 嗰邊，因為佢出咗個 legal brief 嘅，咁我諗佢哋都好樂意。回答大家進一步跟進問題嘅嚇。最後一個提問，大公。局長你好，我係大公報曾敏哲。其實我想問翻咧，其實因為政府部分嘅一啲政策咧，其實同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做諮詢陣時都有啲分別啦。即係例如近岸填海咁樣，你哋有啲係確定咗，有啲要擱置咁樣。我想了解翻咧，其實政府而家接納咗呢個最新嗰個土地供應選項之後，你哋有冇評估過其實？短中期或者是中長期嗰個具體的供應土地供應數字是點樣？可唔可以更新翻咧？另外我再想問翻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嗰個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咁樣。例如你哋當中裏邊咧，其實有提到嗰個督導委員會咧，會話有一個就係考慮大型發展項目應否採取其他撥款同埋執行安排。其實我想了解翻，其實呢個你哋係基於即係講緊啲咩？其實係咪會唔會係東大嶼填海嗰方面，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嗰邊嘅財政，係咪就住呢度你哋都而家初步有一啲構思或者係方向係咪做緊咧？唔該。係，都係答咗你第三個問題先啦。未有具體嘅，可以涵蓋呢樣嘢嘅，因為當我哋講到交易洲嗰1000公頃填海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之前大家有聽收音機咧，都有啲市民話。你會唔會發債啊？記得嘛？即係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安排咧，讓市民可以分享到個成果，亦都咧減輕翻庫房嗰個壓力。咁政府嘅回應係好清晰嘅，就話財政上我哋能夠承擔嘅，因為呢個項目其實當有支出咧，佢亦都會有收入嘅。咁但係具體個財務安排，因為依家我諗目前嗰個機制咧，需要嘅時間係比較漫長啊。我舉個例啦，唔好淨係講填海嗰橛，其實如果做一個大型工程咧，可能。每一個階段的研究要去立法會攞錢，跟住每一期不同的工程去攞錢，
可能只是講緊去立法會尋求撥款咧，咁都係講緊十多二十次都未定嘅。咁有冇個機會可以精簡到相關嘅情況啦？有冇另外可能性咧？咁呢啲其實庫務局同事都睇緊嘅，即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啊。咁如果有進一步嘅諗法嘅時候咧，咁我哋信得過，我會喺擴大咗嘅 SLS， 即係財政司長核下嘅委員會嗰度咧，我哋進一步傾咧。咁依家我太多細節我講唔得到，但係我諗整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喺尊重翻立法會審批財政呢方面嘅權力嘅前提之下咧，我哋睇下點樣樣咧，仍然可以咧係合理咁樣咧縮減到相關嘅，無論係執行上嘅程序或者財政嘅程序。咁但係具體嗰度咧，因為亦都要平衡各方面嘅睇法，咁要睇清楚嘅。你頭一個，你頭兩個問題係。冇咁簡單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個策略得以落，其實如果你睇翻土地專責小組嗰、那個建議書咧，佢都好清楚講咗嘅。你有個政策啦，去落實嘅時候咧，個不穩定性係大嘅。譬如中地，佢剛才我都有講啦，佢講中地因為需要好多，譬如中地上面咧，因為香港中地，譬如我用呢個做例子啦，佢個特色嘅，佢上邊好多經濟活動嘅，佢有時有佔用人。有營運者、有持有人，附近亦都有人被影響。咁因此佢覺得嗰啲呢啲項目咧，其實個不確定性係大，亦都點解佢指出咗填海可能呢方面嘅好處。咁因此，如果你話我哋個別嘅項目，我哋能夠做，當個別項目去到相對能夠成熟呢階段咧，我哋就會比較準。因為譬如話，方才我提到古洞北、粉嶺北，我都講到佢哋知啦，個房屋單位係70,000+，我都大約講到2627應該做得到係嘛？咁呢啲數，我諗一路隨住呢啲數成熟嘅時候咧，其實你我諗去翻現實，你點會睇到咧？喺十年長策嗰度，你會睇到啦。因為呢啲數字一路出嚟嘅時候咧，喺運房局做嗰個十年長策，因為我諗純粹講土地有幾多對市民未必最有意思啊，反而係話你嗰年個公營房屋供應有幾多。咁其實慢慢就我哋盼望咧，喺翻即係話嚟緊嗰個向未來嘅估算嗰度咧，一路我哋個數字會同社會分享到，亦都會睇到我哋嗰、那個。土地供應努力的成果，但我都強調，譬如新發展區，其實古洞北、粉嶺北我們2008年開始的，我們講過很多次，現在是2019年，我們盼望2026、2027年我們能夠比較大規模地有個入伙，所以很多，但我們會這樣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如果我們今天不做一個開始，我們不做一個研究，譬如交椅洲的1000公頃田，我們今天不開展去做的話，其實永世我哋都唔會出唔到依家嘅困局，咁反而，但係你話好短暫嘅，包括有啲朋友問我，喂，你講唔講得到？如果你做咗呢啲嘢咧，嗰、那個公屋輪候時間由5.5跌到去幾多啊？我講唔得到嘅，嗰、那個推算冇咁快，冇咁科學化。即係如果我講得到，我係一個好唔科學化、好唔尊重事實嘅人。咁其實有個過程嘅，但係我好清楚知道，我哋唔做呢啲嘢咧，佢唔會縮短到。咁另外你周文志，我都想講埋你第二。一個觀察嘅，其實填海你講話嗰1+5，嗰5個近岸填海咧，其實你睇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我正話見咗成員嘅，我都講咗佢哋都認同嘅啫。嗰、那個係佢支持我哋做嘅，佢冇話我哋應該，即係嗰個研究。咁方上佢亦都提咗咧，其實我哋考慮種種因素，包括話對附近社區嘅影響。咁所以方才我講咗，譬如話馬料水，我哋會再考慮一啲。青衣沙林由於嗰個地方其實嗰個局限好大啦，我哋現階段唔打算做咧。我覺得呢個同翻佢嗰個支持嗰度冇唔係相違背嘅，因為佢嗰個唔係話同話你睇翻佢其他有啲地方嘅字眼咧，佢話我哋應該開展呢個研究唔一樣嘅，只不過佢都支持我哋。如果我哋去做，咁我講咗喺呢兩個項目嚟講咧，我哋唔係馬上會去做咧。咁我覺得專責小組都係接受，咁呢個就加你自行。好，唔好意思啦，記者會到呢度結束。答埋，請。我不擔心有變故。其實嗰個點解咧，就係如果或者我再解一解啦。其實嚟緊，如果我哋今年下半年我哋開展到個研究咧，那個研究做到幾時咧？做到2021年，跟住我咪話我哋會做規劃種種。我哋盼望如果係各界努力嚇，我哋順利嘅2024年嘅上半年，我哋可以開展到工程。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其實呢段時間就係我哋做咗研究啦，係嘛？
咁如果我哋馬上2020年八月攞翻佢，又點樣樣咧？係咪俾個臨時用途咧？咁我哋覺得冇呢個需要。即係如果係咁樣，其實不需要。咁所以嗰個係為著個時間，俾個合理時間個研究去完成咧。咁我諗對翻香港高球會，即係管理住呢個粉嶺高球場嘅人咧，你都俾個時間佢做個適應嘅。即係佢可能佢有，我唔知佢有冇一啲，因為呢個民政事務局會俾我縮啦。佢有冇啲比較遠期啲？因為好多比較上大型賽事咧，我唔知佢有冇啲咧。已經係比較早應承咗嘅種種嘅，咁佢呢個時間去適應嘅。但係最主要嘅考慮就係話，其實我哋點都需要個時間咧做個研究，而喺個研究嘅當中咧，我哋唔需要咧喺個土地咧係翻到嚟政府手上嘅。你第一個問題係講郊野公園咧，郊野公園好似我方才講咧，佢無論如何都唔係一個短中嘅選項嚟嘅。你睇翻專責小組嗰個論述係好清晰嘅，對比其他嘅中長期選項呢、這個。考慮是更複雜，它法律上的不確定性是更大。但是我現在我不會說我不用放棄這個字，其實如果你聽黃遠輝主席他說，他永不放棄的。對於中長期的選項或者概念性選項，我們現在的陳述就是在眼前我們會聚焦去做什麼工作，因為我們總要聚焦我們的能量和我們的資源。那些我想在將來在適當時候不是不可以探討的，但在現階段我們覺得如果現在就住嗰兩個，就係喺水泉澳啦，同埋大欖隧道附近一嘅出口附近嘅收費亭啊，附近嘅一個地方，再去做我哋覺得不切實際啦。因為如果我哋依家唔打算做，譬如話20年之後先至做，或者10年之後先至會做嘅，咁其實目前做咗嘅研究，個到時冇乜意思嘅，只不過係已經展開咗嘅基線嘅工作。如果佢有個數據翻嚟咧，咁我哋都會收集埋佢啦。到時我哋都樂意同翻社會分享，好嘛？感謝咁多位。好啦，記者會喺度結束，多謝大家。